Testing one, two, three。已经开始录了。对啊。啊、哦，没有，我觉得应该想先讲 breaking news。好。breaking news 的中文叫什么？快报。抢先快报。炮。快报。美西太太抢先快报。我们意思是说，救命啊！居然更新了。这跟我之前预言的一模一样。其实我原本是不看好，我想说，我想说 Tesla 应该没有这个能力，不是车子外面改，就是里面的 layout 让人家觉得，哦。因为就是以前大家看起来还是觉得比较传统一点。记得我们上次开 Model S 的 Longer 的时候，就是觉得有点，哦，这个车好旧这样子。对对。可你看它现在的方向盘，就是完全跟 Roadster 新的 Roadster 一样，我很好奇它转起来。就像在打电动一样，对，然后上半边是消失的，你转到这边的时候，突然哎，一个抓空，蛮帅气的。哎，所以那萤幕是几寸？17寸。然后，这是几寸？这个是15寸。OK， 更大。然后你看它总共有在后面还有一个萤幕，那个是8寸的。OK， 给小朋友看的。对，前面就是12寸，然后中间是17寸，蛮屌的。对。很漂亮，我觉得，就我已经花了钱嘛，花了钱嘛，很漂亮，我觉得内装的部分。要换车了是不是？可以试车吧？是不是可以试车？我不晓得哎。对，可是这不是今天的重点。对，今天是结善缘时间。对。太太结善缘。我们应该是礼拜二可以继续跟大家讲更多关于车子新车型。对，记不记得我们在抽奖那个地方，我们就有聊到结善缘这个词。通常人家说赞助人叫干爹，可是呢，我们不叫干爹，因为他不是真的给我们钱。我称为这个叫善缘。突然有一个善心人士要来结善缘，可是没有想到，竟然有人写 email 来跟我们说，我们想跟你们结善缘。因为他一开始用了这个梗，所以我们就觉得很亲切，是吧？也太可爱了。来自台湾的厂商 ，Jawa。那我觉得，因为其实我们从开频道以来，一直都有一些厂商会跟我们联络说，哎，要不要试试看？而且我们觉得，就是因为其实这个算小众，就是你说 Tesla 市场吗？对， Tesla 市场算小众，因为它本身自己的产品线跟大部分的车子的产品线不相容，大家又希望说可以做点什么改变，就让车子更好用这样子。像我们平常刚开始，那如果你问我们说，哎，你们收费怎么样？如果要帮我们宣传产品，你们收费是什么？我们完全没有概念。我们尽量看到能在 Tesla 上面用的产品，我们就会拿来试用，然后把我们真正的感受告诉大家。现在手上还有其他两家产品还在等我们开箱做体验这样子。对对对。那我们就觉得说，既然在我们 Tesla 车主圈有这样的一个需求，那又有这样的供应，不如说我们就是直接大方开放的一个平台，我们很乐意帮大家测试这个产品。对，我们测试为原则，我们讲好就是说这个不是帮你讲好话，就是我们给你一个很真实的车主的 feedback。 因为我们有车子，然后我们可以试用，然后可以互相给一些回馈这样子，可以给厂商一些 feedback， 然后也可以分享给大家知道。你刚刚讲回馈，人家也是那个 commission。 有啊，之前 Moshi 说他可以给我们折扣嘛，可是那个是给大家折扣嘛，不是我们赚的钱。今天这个就是 Jawa。 对，那 Jawa 的产品线其实也没有很多，做了一个还蛮漂亮的那个充电板。我相信如果你有 follow 一些美国 YouTuber 或者是一些中文的 YouTuber， 你都看到有些人已经试用过了。之前使用 Tesla 充电板的问题在于换到 iPhone 12之后感应不良，其他都还好。我一直都是喜欢用原厂的东西的。我不喜欢猜来猜去这样子。对，它不只是一个充电板，它上面还有一个 SD card 的 slot， 它是可以代替你的那个 dash cam， 所以这个就是那个盖板。那这是放手机的地方。对。现在充电都是放上去就可以充电这样。其实几次更新之后是都有了。对。像我都是用裸机。欸。
车上我的充电几乎都是要靠 Moshi 的 Snap 2。你知道后来它如果是新的车它就是在手套箱那边有一个 USB drive 的插槽，它还有附 USB drive。 在新的车子我们没有，哎 ，New 一啦，我们也没有 speaker 气。其实我们最刚开始有买一个那个是 SanDisk 的 USB drive， 结果我们用一用那个却太慢，出现说速度不够，它录影会中断。嗯。或是 miss 掉一些 moment 这样子，这个是我们没有在用的那个旧的 Samsung SSD， 就插在这里。但是其实插在这边它也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地方，所以偶尔，而且是大材小用嘛，也是有一点。然后偶尔就会发现说那个荧幕上显示它 disconnected。嗯，我们的左边这个就是原本用来充电，右边是用来插那个 Sentry Mode Dash Cam 的。嗯，对 ，Jowa 的盒子。嗯哼，就是它表示说它这个有三个线圈。嗯，那我看他们也可以这样横着，你是手机可以横摆着，横摆着充电。对，这个卡是它附的，可是如果你透过我们的连结去买的话，它一样会送你这个。对对，这个地方就是它插 Micro SD 卡的地方。其实。像我们现在那个 SSD， 它是500 GB， 是可以装很多。对，依照我的经验，它因为它是每分钟录一个，每分钟录一小段，然后大概那个档案大概就是230 MB， 所以其实你就64 GB 可以还是可以录很久。嗯，这个是木纹的，我看到有些 YouTuber 拿到的是 Carbon 哦 ，OK，Vinyl 的那个，嗯，贴皮的。那我是觉得这个好像跟不太一样，比较浅。嗯，但。算是比较类似的，嗯，它背面就是统一用 USB-C， 对，然后它还有一个这个，这个泡棉，嗯，就是方便你放你的耳机壳在这里，也可以在充电板上充电。我等一下试试看。好，你知道这个地方这一条，对，上面这一条，对，对，你看这个地方，嗯，所以你是这个对准，哦、然后滑过去，哦 ，OK。把它往左边一推就拿出来了，嗯、这很简单。对，这个软这个板子是跟这个是直接就可以拿起来的。所以这边有两个软垫、圆垫，然后可以对上这个上面的这个。嗯。地方要拉起来的时候会稍微卡到上面这个地方。可以。你的手机需要重开机，经常会需要在那个重开机之后才可以。我可以想象哦，如果我有装壳的话，一定就不行，就会进不去，就会卡住。嗯，这个方向性的话，这个凹槽是给 AirPod 2用的。你是不是上下装板？哎、欸，还是可以的。亮了吗？亮了。哎、欸，这边有小灯会亮，嗯，就表示你有没有在充电。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个 dash cam 还没有出现？嗯。format USB drive。嗯。Go。然后右上方就出现了，然后它现在是灰色的。嗯哼。你去轻轻压着它。变红了。对。但我们现在人在哪里？我怕那个船长不等我们，我们先去找船长，你觉得怎么样？这是一个你可以跟那个船长渔夫买到渔货的地方。对，然后我们要来买螃蟹。你可以透过一个 app 叫做 Fishline， 或者是它网站，你可以找得到今天哪边有渔货。船长会把他的资料放上去，直接打电话跟他问他。这个地方是 Peter Point Harbor， 然后这个是 D1 D7。对，然后我们打电话问的那个人是在 E2。OK。E2。E2 on live crab for sale。对。Hey there。Yes。Wow, it's huge。嗯。I don't really know 。I like this guy right here。哦。
Two. Okay. He's got, he's not as big. He has a bigger back, but he has a small claw. It's up to you. Maybe you don't want that. That's a better one. Okay, yeah. I look for the size of the back. See how that guy's got a bigger back? But he has that small claw. Okay. But him right here, he looks good too, right there, straight down. Yeah. That's good. Okay. Okay. Yeah, the claw is also good. So that guy there would be seven pounds, $49.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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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ol. Okay. Thank you. So any tips on the cooking, steaming? You know, people steam, they put a little ginger, you know, garlic, maybe a little lemon. They do it live? Like? Do it live, yeah. Wow. Yeah. So we can hear the sound? I mean... No. There's no sound. That's a myth. No? No? They turn red and basically get that water good and hot. They turn red immediately.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You guys take care. Look at that. It's still moving. Okay, yeah. Okay. Whoa. Can we get into the back? Because the crowd just come out.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All right, take care, guys. Take care. 听说有人应该会拿自己拿桶子来装比较好。网络上的 tip 是说你最好自己准备 cooler， 因为你不知道离家里多远的话，多久的话。我很白痴问他说是会发出声音，就是尖叫的声音，就是那个爪子抓的声音。他说不会，他说那是 myth。 这个是那个 Heaven Bay 北边一点点的那个 Pillar Point Harbor， 然后这边也有很多家餐厅，两三家。 Fish Market 在哪里？我觉得他好像不是今天捕回来的。是哦。对，我网络上看到是一磅9块钱，那我想说今天这样他可能会更贵，明天他更便宜，那我就会难免我就想到说，哎，是不是因为他回来比较久了？可是他们还在爬，对不对？对啊，还活着。你又看见什么东西了？看见鱼市场。哇！好，现在一个人是？一次只能一个人进去。所以你想买什么？三倍跟虾子。$70 for pound。先定1pound。 咬我，你看筷子都有咬痕耶，天哪，好夸张哦。右边有点露出来，可以耶，但是它会动，我想它等一下就不会动了。 OK，打开了，这个，这个就是 remove apron。嗯哼，烫吗？烫。小心哦。我怎么听到你在吞口水？没发现吗？好香啊！你觉得应该有熟吧？有。你会判断？就看起来啊，剪得很好，剪很多哎，好吃。好，所以你最喜欢的酱汁是用沾酱，沾柠檬 lime。哇，好香哦，好吃，好吃哦。好，那停机喽。好，所以今天主题是什么？就是太太结善缘之螃蟹吃到。太太结善缘之跟老船长买螃蟹，还有吃螃蟹。